只有甲我做好阿妹啊。阿妹，那我较紧。哎，你啊，恁两个死甲写几百波，到这文章都无法度交出来。你啊，无你是咧读什么册啦？哈。哈，你是咧卡什么字？你是你袂晓吧？哦，不是，我袂晓读。哎哎哎，哎，恁才有够戆戆呀！啊，对，戆学生撞到老师呆，有技术必有技生呀！有道理，嘿嘿嘿！好啊！我跟你报告，老师正要出来了，我要来讲批文啦。恁这两篇文章爱把它做好，回来提交啊！呀，回来恁若是搁无交啊吼，我为了手在给你泡，泡你给整起来。这拍袂疼，这骂会惊，他拍骨头。都惯死惯死啊你！孺子不可教，朽木不可雕。你搁食点心？是。喝一杯花正青春，要等何时会见阮？谁人甲阮是有缘分？每日孤单空思春。贵妃啊！哎呦！送我来煮点饭，我去厨房烹点小黄鹂牛吃。啊，你嘞？就拄好，你慢慢去。别来去嘞，你夹夹，我来来。哎！到时了哪样啦？我夹到一身，我到我唔是鬼啊！你夹是叫我，你夹什么呀？啊，这老鼠嘞！啊，就是我。啊，老鼠。哎，目睭认识的是哦，哈，到到什么镜头啊？认识演员，哎呀，还不三百块，还笑啊你，不笑啊你，你要认识演员，我带上什么镜头光样？哎呀，那有什么镜头啊？啊，怪不得，啊，老帅面那威严呢，啊，要笑死我，我跟沈老师哦，坐椅内面迄个乌张飞，我啊，较像包公嘞。收啦！阿欢哥，哎呦，你要去倒啊？哎呀，我要去甲大林少爷旁点去。啊，你讲阿欢哥来，阿你无来？不用。阿欢哥来，恁一看安尼，扭扭捞捞，互我看到不用的，开啊！哎呀，到底在惊啥？这也无人来啊！欢哥，人阮自从看你来了后哦，我就足介意你安尼。哎呦，你来这里不了解人啦！哎呀，你莫甲啰嗦好无？黄哥，我要来去烹点心啦。哎，你去烹点心无？小叹一下嘛是无要紧。人阮有足侪细事话要甲你讲。哎呦，黄哥，啊，若要讲真心话，唔着甲我讲着无啦？哎呦，你这查某人就袂见笑啊！这是啥物人要甲你讲？你才袂见笑啦！你家己爱烦我，人无爱你，你爱你家己。我家己安怎？你是小查某，你家己要小人啦！啊，你就好人家小人。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做啥？哎呦喂啊！你哎呦喂啊！小菜真美味。
秀勇，小蛋，你无死落在啊？你是想要做啥物？我无要创啥物，是要甲你讲几句话啊？哼，你是奴才，我是查某囝，知水不犯河水，哪有啥物通好讲？哎呀，秀勇啊，咱是共一家人，啊，讲几句话有啥物要紧呢？哼，人阮无时间。关系了，我若不是为着你秋勇，何必卖身体换好做奴才呢？哦，你哦，今日着爸母早死，无厝通住，无饭通食，唔才来阮华府伫咧卖身。唉，你看你看，我这个人扮敢真是无饭通食的人吗？哦，你若不是为着食饭，你有何物苦呢？是为你呀、啊。爱讲你，什么人要相信你？你不是秋香啊？我是苏州的财主呢。什么呀、啊？你是财主哦、啊？是是啊。那要照我看起来，你是苏州的浪子。安怎讲我是浪子？啊，无你倒一点有成才处，对着查某囡仔是脚来手也来，你连一点仔规矩都唔办。这叫做才子性风流、啊。这明明是浪子性下流。安怎讲这是下流呢？哪会无？你对虎丘山，都一直甲我对，甲我入，你来甲这个当庭直，无啊？安尼唔是下流，无是算什么？这叫做。苗条淑女，君子好逑啊！嘿，你明明是尊心不良，浪子下流。下流，上流。敢那下流，我敢那上流，下流，上流，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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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流。不管你安怎讲，上流也好，下流也好，财主也好，浪子也好。唉，秋香啊，你的三笑真是害人何苦啊！哎呦，未见笑。
拉皮呀，管你讲哪位哟，呀我是笑你呀。那像稀落落汤鸡，落汤鸡，啊，为你那是鸡啊，阿哥啊，嘛无关系哦。三分七票，嘛是票。对你并无表情爱，你为我来卖身，可是情不改。还有秋阳的三秋啊，值千金，不管山崩大地震啊，我为你感情是不自禁，我风雨流注的归。名医就是你秋香阿姊啊，无你我的哦，归不死的，也你来救我，又何用？我秋香阿是袂晓做医生，啊，人我去检查咧，伤事情啊，凶的啊，这个花都在世啊，也无可能啊。又回亲，你若搁是查某，嘛袂可哩。秋香，你食死咯，那不答应。我袂起卡的动手啊，怕你认咯。你走了。赵总，相妈，我的相妹，啊，哦，哦哦，抓到抓到，崩溃了，放放放了，就这，啊，哎，稍等下啦，四路仔啊，安怎？我跟你讲哦，夫人若知影这项代志。你敢唔惊夫人讲断你的狗腿？狗腿，有秋香啊，通抱通揽，无论猪腿、牛腿，较大只，我嘛唔惊人管。哈，你拢唔惊哦？唔惊。哎呦，安尼就惨咯。你手在做啥啦？你来拍棒啦！练啦！脑筋那一动，魂去地上生地，不如我的。
冤的啊！你若是有母的家话，来找迄个吴三公，咱着找一个天命的地方。吼吼，要倒位？你讲，你讲。稍等下嘛。先走就走袂去了吼。